他刚好唱我下面一半。还有人吗？跟我没李明德，我就输给他。好吗？对对，李明德，公益正确。李明德，公益正确。我的孤单桥架，在那个落里头心痛里呀，今天不要你喝个李李李李明德，李明德，李明德，容易中暑暑暑。我们两个的关系就像雷曼兄。他们有一个团队组合，男人和声真的是太棒了，谢谢谢谢。所以我后来就奠定了，我一直想要组一个合唱团。丘比多娃，这要这么早就要提到这一段，你怎么会提到这些这么不才的？对啊，老师你怎么看这个团体？过年提这个不吉利、啊。OK OK， 我还是要跟他祝福丘比多好，因为当时他们出来的时候被大家认为是相当荒唐。真的吗？真的，我不能看。我挺惊讶，奇怪的，他们到现在都还蛮受欢迎的。对，而且他们还想要复出。对，想到了哈。有一点，有一点。我们一复出就是你隐退的时候。你到底都在想德州在哪边？在南边，美国南边。是吧？我在想德州以前那女朋友。女朋友，哎。要讲到德州啦，看他想那么久，可能哦，他那次伤的还蛮重的。哦，真的，哦，原来你都是了解这么多，彼此都会有一些把柄嘛。对对对，有一天我在吃面，旁边有一个老外，个子很高，175公分，站在旁边，一直看着那个面，我感觉得出来他肚子很饿。然后一直要跟老板点菜，老板是一个本省的欧巴桑，根本啊我呀啊哦哎哇就这样。后来我的面就来了，我就啊，我就把我的面给他吃。先给他吃，我的英文很破嘛 ，You eat 啊，哎 ，I go 这样啊，我就去吃别的。那他看着我的背影，两个也没有留下姓名，什么都没有。我唯一让我晚上会想起来是，他没有给我钱。我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念还在念书那个时候，对不对？我们一天的生活费也不够80块，然后他就克了我那一顿，结果晚餐我就没吃。印象深刻的一个死老外，当时来讲对我来讲，后来呢？中文啪啪啪，有一天有一个女孩子就noodle 怎么怎么，yeah， 然后就想起来，他就硬要给我钱，但我就硬是不拿。我很坚的人嘛，虽然口袋一毛都没，但我很坚，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说 OK， 如果你硬要给我的话，请我吃，就吃了个饭啊！讨厌死了啦！钱拿了就没事，还凹人家吃饭。好，就吃了个饭。嗯，吃完饭之后自然会留那个，因为以前也没有那个手机嘛，对，就 BB 扣啊，那个年代，对对 对， 对。后来就留了电话这样，那留了他住的地方电话。后来两个人回去之后，有一天 Christmas Eve。12月24号，有人偷我了，我就打过去给他，啊，就是他，啊，在哭，哭得还蛮厉害的。What's matter with you, Michelle? What's matter? 后来他在这哭 ，Today it's my birthday， 哇，哭到他今天是他的生日，他说啊 ，OK， Do you want to go out？ 后来我就约他出来，我就去接他。走公馆嘛，走，我说 close your eye， 我说闭上眼睛，还叫人家闭眼睛，对，在街上啦，闭上眼睛，OK， 然后站好了，两个人就站好 ，open your eye， 然后打开眼睛，一看到那个店了，一直笑，笑到掉眼泪。你带他去哪里？我带他去吃德州炸鸡，有妈妈的味道啊。Texas Church， 那个 Fried Chicken， 然后就回头看，哇，哭，然后就开始很感动。那是我第一次跟人家在街上拥吻，是他亲我的，而且是个老外，是他亲我的。看，中线呢，真的是。很有心机啊！没，哎，这个中间铺陈了很久啊，你看看，厉害！他亲过来，然后我们也附赠了一盘这个毒舌头过去。
哦，吃完炸鸡在一起，为了要节省嘛。然后另外呢，还有 Bee Gees， 因为他们都是和声非常美的团体。Bee Gees 也很棒。对。No, too much heaven， 老师。的时候，我如果没有看到你的人，我真的以为是原唱在唱。哎呦，我的妈呀！小姐姐，你人太好了啦！哎呦，是我的，其实我的眼睛是很容易过敏。对对对，你一说谎就会流眼泪。说谎啊！我讲的是真话，不是假话。但是最近有一个算是连续剧有没有？它就叫《光阴的故事》。嗯。哎，它里面是演眷村的。眷村里面的故事，眷村里面。我们小时候常跟眷村的小孩玩在一起嘛。嗯，我就眷村的。啊，对啊，水交社啊。啊？什么叫你水交社？哎，我怎么样？怎么样？水交社怎么样？台南的啦。那老唐牛肉面，你肯定是。哎，对呀，啊，我是隐居三村呐，啊。隐居三村，我们常干架嘛，是吧？现在怎么样？你是啊？对呀，啊。把你大哥讲出来，我们水交社的就不是个咖，是吧？哎，水交社最多太保了。小流氓，对不对？太保怎么样？啊，那个眷村都叫太保，哎，以前都叫太保，太保。没有啦，我就常跟他们玩在一起啦，对，邻居啦。不过眷村真的很有意思，竹篱笆外的春天呐，啊，什么都是演眷村的故事。对啊，然后那个真是非常舒服的一个环境。对对，因为你家就是我家，我的就是你的那种大环境大家庭。那直接回来没有带钥匙，直接到朋友家里啦。那隔壁妈妈张妈妈李妈妈啊，对啊，直接就开了门面，人家吃饭你也就拿了碗筷就客。就上桌吃就可以了，连招呼都不打的，好羡慕啊！不用，对对对，真的好羡慕。所以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嗯，很特别的亲密。嗯，啊，现在台北你看水泥森林，对不对？对，你我们也是有一次回家嘛，当做眷村一样嘛。嗯，对，人家吃饭你就拿了碗筷就吃。不行啊！下一幕就是在土城嘛。啊！还有觉得笑哎呀，我糟了，我糟了，我天哪，讲疯了。是不可能的，对呀，啊。不过现在眷村都改建了，对了，对，都改建了。对，啊，这个最怀念一下这一段时光，嗯，对，真的光阴的故事，嗯，好吧？好，不过不由得啊，你在唱的时候让我们感受到另外一首情歌了，嗯，《乡民评语五颗星》。没有这首歌的话，世界上就没有一首叫做《永恒》的情歌。Oh my god！ 那竟然叫做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这是你的歌，你怎么笑到脱框？我没有脱框。脱框是什么意思？这绝对是世界上最好的一首情歌，没有这首情歌就没有永恒的情歌。哎呦，这首歌就是主唱就是宪哥。哎呦，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谢谢谢谢。其实我是认同的啦。真的吗？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这首歌。你知道我就是跟着爸爸一起唱，当年我他开车的时候一直 repeat 这首歌。对对，当年我就是新马王子啦。哇，真的，绝对是。你可以赶快回去看演唱会。你有没有料想到几年后的现在我们会同台演出？真的不可思议。这样心情就比如说我好希望能够跟邓丽君能够一起同台演出。安娜有安娜，我 OK 的，我的桂林马人来，我就来啊。OK 的，哇，我很好的膝盖，啊，不要这样子啦，没了，开玩笑，是是是，妈妈喜欢这个歌，所以静茹的妈妈喜欢宪哥的程度是到，嗯，就真的是爱他，就是真的，真的，哦，就是可能会梦到你的那种，啊，对，然后他每次就。
就是如果我们在家，如果刚好看到你的节目什么，然后哇，宪哥节目，宪哥节目，看这样就要停转，就是看那一台，真的，我们全家都爱你。下次你要带他来啊。好啊，好啊，他们一家人都会唱歌，他来跟你合唱也可以。OK 啊 ，OK 啊，他会害羞。妈妈的歌艺也不错，你看他几个，你表弟是吧？表哥。阿牛是你谁？阿牛是我好朋友。是他表哥，阿牛是好，只是好朋友，非常好的朋友。搞错，我们一起参加比赛啦，歌唱比赛。了解，对对对。那干脆我们就为妈妈合唱一下好不好？给梁妈妈听。梁妈妈，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要这样想？你主唱啦，好，好不好？我前面陪你唱一点点的。来来来，老师，老师，请来唱。哎呦，看起来很紧张。结束忙碌的一天，换回熟悉的寂寞，懒懒地躺在沙发上，想母亲温暖臂弯，转到昨天的频道，让声音去走接近，总是同样的剧情，同样的对白，同样的空白，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想起我？这样的夜晚，是隔在电话里，只有记忆伤心的地址，我从记住两端的快乐，是这样。做节目很辛苦，能做过一季这已经不容易了，对不对？所以我这个策略是对的。我跟东风一签就是两年。宪哥，下次你可以帮我谈吗？啊，是吧？转经纪人嘛。哦，李老板就这一台啊。隔天你也认识。我说聊天，大家不要当作真心话，好吧？什么时候约满？加油了，好的，你把那三位巨星晾在那边，对不起，对不起，没有介绍他们又不能讲话，对对对，觉得闷住了，对，刚才笑都要把麦克风遮住了。一起来欢迎我们汪东城大东。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东城。我们的冰淇淋杨丞琳小姐。 Hello 大家好。还有我们帅哥胡宇威。大家好，我是胡宇威。人家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是不是啊？猪八戒照镜子肯定有大事到。我是有大事到，没错。是是是，你们三位今天是对来这边即将介绍一部好的戏剧要上台，哦，新戏来打戏的啦，对不对？要不然坐在那边都不动，感觉像福禄寿司。新戏要介绍一下，新戏，新戏，新戏叫做《爱就宅一起》，从2月15号开始，反正就自家人，所以我就讲是在中视。这个戏也是最近就要上了。对，大东先介绍角色好了吧？哦，我在戏里是演一个偶像明星。那虽然就是一刚开始有点过气，然后进而就是走入校园。哎，如果到时候有一天不红了以后，戏里面也就演过了，哎呦，这样就了事。对，就是然后他戏里面慢慢的，因为遇到宅女之后呢，进而就是很多的情感纠葛，然后更警惕自己，要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事物，然后就立正。